我的嘢即系够嚟累十号咧，唔记得讲啊，即系我哋讲应该九号，当呢个反修例游行完咗之后啊，另一边嘅示威者都再冲击立法会，但唔成功。如果你依家話諗翻起四年前嗰個反修例咧，其實都應該有人講話你齋做劍嗰件事，齋講冇用咯，永遠懷念，因為佢都唔出嚟啊，懷念有乜用？呢件事咧，唔係講過嗰、那個數據依然都係唔準確嘅。雖然佢有變化，但係個數據翻翻去前幾日，原本我諗全部係炒19,500+，點知跌到得翻198,500+。多句琴日計過啊，殺咗561，但係佢唔計，即係好簡單。理論上我唔係琴日已經殺咗，唔係前日殺咗200,000。依家嘅統計數據都係唔準嘅，但係呢個並唔係真正嘅數據。明明嗰個拉布殺咗73,000嘅，點解依家得翻72,000+喎？唔升反跌啊！喂，帶上未收復好喎，等緊帶收復。上星期有冇玩？依家真系好似感觉咧，所有枪嗰个子弹散播好嘅离谱，特别系嗰把 G36C 啊！点解硬系射射下，永远射咁射成白箭，都射唔死个人？咁应该系 season five 之后把把枪都呢个问题。另外啲人都话咧 ，season five 另一把最劲嘅枪应该系 ACR portal 嘅。就係 Season 2中期嗰陣時加入嘅一把撲土槍，好似話嗰把槍好用，都睇到啦。如果把槍有夜視鏡，反正依家用嚟用開都用夜視鏡，從來唔會普通鏡，因為好難瞄。加埋咧，你好難見到敵人。你普通鏡，
不過反而 最希望就是你整翻好個數據啊！依家呢個數據係唔準㗎。理論上我即係啱啱講話，理論上我應該已經收咗20万1000几，依家仲有19万9000几。你個數都係話佢話你嗰個 checker 你掕埋你嗰個 BF 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個人檔案咧，嗰、那個數據係好唔係係唔準嘅。細新即琴日都有買呢個通行證啊，見到佢都有1400、1500個折疊幣，咁最多買高級內容。如果佢唔夠咧，其實你基本上係成個 season 玩完，或者係貨金賽季。因為我記得佢點解咁少折疊幣咧，因為佢攞嚟買嗰堆 skin 啦。好似買過。兩個大媽的 Legendary Skin 啊，跟住跟住愛爾蘭嗰個 Skin， 喂，如果你唔買高級狼咧，除咗免費嗰啲嘢之外，其他都你解唔到嘅。即係搞你個1300個戰利幣，你解都係冇解。今朝我聽到我屋企人咧，咪喺 KFC 買到餐嘅。開頭以為有四個餐咧，點知唔係？然之後一打開咧，四條腸仔加一個鬆餅一盒，兩件雞一盒，三塊薯餅一盒，跟住整體真係，如果買早每一份唔同早餐，點知變咗自助餐，即係要自己夾，即係。夾埋一齊擺入去另外就係熱咖啡變咗熱奶茶。然之後咧，嗌咗餐已經講咗拎走，拎走即係外賣啊。跟住然之後仲問喺度食定拎走，我諗緊咪講咗拎走啦。多一句，天耀嗰間 KFC 可以話勁多，可以有種講話真係勁多差評，估噶啦，次次都令人好掹震，我買到俾錯我就多一句，喂，唔知道你咪做 part time 啦，成日跳水，咁樣都聽錯，咁我識有人講話就可唔可以留心啲聽人講嘢？搭咗先，嗰堆除咗係咁傾偈之外，冇嘢好做。見到有客迷喺度，即係落單。反而覺得嗰個好阿姐啊，應該都40几歲，反而就專業過佢哋。應該係話買喺 KFC 買到好多年，從來冇一次令到滿意。小哥你應該買咗個餐，少咗個飯。汽水走冰變有冰，
到台湾演是左弯，开还还有四弯拐到八成三楼，拐到八成三楼。呢两张应该系未技师员点啊？国师啊？唔系脱离都有玩，不过硬系感觉美国好容易输咯，因为啲人唔知点解美国咧硬系永远得一条路可以落去嘅，其实有两条路嘅三条路，但系都要去 B 点嗰条路。所以搞到美國都咪成日輸，最緊係 K 啊！國錢358個，跟住玩玩下對面都有斯塔嚟咗廿幾啲，係啦。原本諗住玩貨創大，點知叫對面都有一個咩 One Ten Truth， 之前匿喺個人直升機爆頭嗰、那個 ，Ten Destroy 咗就。尾二嗰班追只嘢得63個，咁誒我哋嗰隊都有兩個斯塔，有嗰兩個，不過都係輸。嗰個 D 點成日都係得嗰幾個，啲人一玩唔知係入去 D 點攻唔到 C 點，走翻去 B 點，但係走去 B 點都係輸。有種講話就係戰鬥強度好高嘅呢位，你可以一路都匿喺嗰度。D 點應該最 D C D 點最高，你 B 點只不過其次啫。唉。